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一起亲近神的时间。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大卫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神知道我们众人的心，他要我们灵魂深处常有基督的平安，不把时间精神留给罪疚感，而是仰望他，思想他在我们生命中永恒的计划。今天如果你一直活在不能改变的过去，结果很可能就会在应当承担的责任上退缩。主要我们仰望他，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他不再纪念你的过犯。我们思想他不再纪念你的过犯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七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七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宝血洪恩歌》。我听主声欢迎，召我与主相亲。
耶利米书第31:29-37。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砰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耶利米书31:29-37。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8:12。新约圣经希伯来书8:12，经文说道：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希伯来书8:12。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希伯来书8:12，我们再背诵一次。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希伯来书8:12。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他不再纪念你的过犯。今天我为神的怜悯献上感恩。一开始我列出他赦免我的每一样罪，我一一向神献上感恩，谢谢他赦免我有心无心所犯下的过错。我的出发点是纯洁的，我的心也满怀感恩，可是我对神的认知却是错的。一直到我用到 remember 记得这个字的时候，我这才顿时醒悟。记得有一次我在刚要谢谢神再一次的怜悯时，我停了下来，有点不大对劲儿。记得这个字好像用的不对，他会记得吗？接着我想起来了，我想起他的话，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哇，这样的应许可真不得了。神不只是赦免，而且他不再纪念，他万事都能，但偏偏这件事他刻意忘掉，不肯记得，他不肯记得我的一切过犯。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
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今天我们思想他不再纪念你的过犯这个题目，你容易遗忘吗？法国哲学家蒙田曾经讲到记忆力不好的好处，说谎话靠不住，谈往事不会滔滔不绝唠唠叨叨，如此讲闲话的坏习惯也会改正。别人得罪了你会赦免人，就地重游会感到一样愉快，读过的书再读一遍呢，听过的道再听一次，仍然有回甘。这是记忆力不好的好处。他说果真如此，健忘真是一项人生的艺术。新约最美之处在于应许不义的人可得怜悯，他们的罪愆将永远不再被纪念。神没有忘记，但他不再纪念，也不再提起。葛培林牧师说，他不肯记得我的一切过犯，神不再提起我的罪，不再纪念，因为他把这些完全涂抹了。不再纪念也就是神不再抓住不利于我们的事，神记得，但是他是在恩典跟怜悯的根基上这样对待我们，而我们的罪一旦被忘掉，他就不会再时不时的拿到我们面前来。根据这恩典的约，神待我们如同我们好像未曾犯过罪那样。事实上他忘记我所有的过犯，好像一切的罪愆都从了记忆中涂抹掉了。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这点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对神是不可能的，神一定记得。但是按照他的信实，他重新接纳我这个罪人，他不肯记得我的一切过犯。为此，罗马书八章一节，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以弗所书一章七节，保罗又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以赛亚书43章25节，神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神是为自己的缘故涂抹我们的过犯，当神说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的时候，我们就要欢喜快乐，为此感恩，因为这是真的。神赦免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不再回忆，不再纪念，不再去想他，他不肯记得我的一些过犯。我们对他人的过错总是铭记在心，牢牢不忘，但神不是如此，他对我们的赦免是让他完全过去。所以不要再活在罪疚的阴影下。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会有罪疚感。保罗曾经残害过教会，但他们没有让罪疚感成为一座无形的监牢，把自己关在里头。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那是他不信不明白的时候所做的。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神已经将世人的罪完全归到他爱子身上。如果我们在认罪之后还感到内疚，觉得自己的罪并没有被神赦免，还继续背着罪疚感的情感包袱，那就是信不过神的话。神知道我这一生有多少过犯，但他把它从档案中全都移除，不再提起。以赛亚书44章22节，神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希伯来书八章十二节，神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大卫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保罗说，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约翰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一切，不只是部分而已。弥迦书七章十八到十九节，先知弥迦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很多人知道山有多高，但不晓得海有多深。世界最高的山珠穆朗玛峰又叫圣母峰，它的高度是8849米，还不到10000米。但是马里亚纳海沟最深的地方是海平面以下11034米，这个深渊深到你把珠穆朗玛峰整个放在里头还能多出2000米。而主就是将我们一些罪投于这样的深不可测的深海，让它永远不见踪影。如果神把罪投于深海了，我们就不要再潜入海底去把它再取回来。我们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神说：我不但原谅你，而且我永远不再提起了。我们就要这样相信。读过法律的朋友都晓得，在法律上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一罪不能二罚。基督所献的祭既然完全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因他的血就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希伯来书作者把以上的真理讲解清楚之后，接下来就进到实际的生活运用了。要如何把这真理实践在生活中，就开始论述基督徒的成圣之道。今天我们能亲近神，完全是由于主耶稣所做成的赎罪大功。我们是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是何等的特权！不信耶稣的人没有这个权利，不信耶稣的人跟神的圣约无份，跟神的圣礼无关，神的圣言不在他里面，他不会也不能看重神的旨意，他更看不见神的国。但借着耶稣的死而复活，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主耶稣的身体。旧约当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用大能的膀臂将红海的水分开，使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干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基督到世界来以前，从来没有人升过天，真正进到天上的至圣所。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得过救恩，没有人因罪得赦免，与神永远同在。直到他为我们舍己，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神不再纪念我的罪，并且他立他的爱子做大祭司，治理他的家。我们都是被基督治理的，基督徒就是顺服基督的人。他喜悦住在顺服他的世人之间，以为这些人在父的家里预备了地方。我们既然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让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如前所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为我流血牺牲，心中的罪疚感已经洒去，就能享受神所赐的属天平安，能时时与神相交。罗马书五章十一节，保罗说：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保罗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神所赐的救恩是如此完备，我们要凭信心接受，并且在生活经验中去证实。弟兄姐妹，既然我们能够存着无愧的良心，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进到父面前，我们是否经常运用这项特权呢？约翰一书一章七节，约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想到神，你的心里不是恐惧，而是充满温暖。神是我们的天父，是最能令人心满意足的认知。如果说旧约的主题是敬畏神，那么新约的主题就是亲近神。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感谢神，在基督里我们恢复了起初亚当在伊甸园里跟神之间的无阻隔的相交。英国著名的牧者约翰斯托德牧师勉励信徒要从三方面去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第一，满有信心的亲近神；第二，怀着盼望等候基督再来；第三，在生活中实践爱，时常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信、望、爱，这三股合成的绳子是坚固无比，难以折断的。神赦免了我们，他宽恕我们的不义，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是要我们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他面前。他是那位不能说谎者，这属性让我们心里蛮有把握。对当时信心动摇了，想再回到旧约敬拜礼仪的犹太信徒，他们不该回头往后看，他们应当坚守所承认的指望，往前看，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不要做忘恩的人，很多信徒抱着只要得救但不要做门徒的这种心理，对主的洪恩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渐渐地失去了属灵的胃口，得了主日症。什么叫主日症？周六还好好的，一到主日什么毛病都出来了，头痛啊，身体不舒服了，就是不想来聚会。有一个名叫比尔的人，当人邀他去教会的时候，他总是推辞，他会说，等哪年六月天还凉的话，我就会来教会。有一年春天出奇的寒冷，一直冷到六月，到了六月甚至有几个晚上气温还骤降。每人都想，比尔应该实现他的承诺，这样的天气他总该来教会了吧。果然，比尔在六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出现在教会了，他终于来了，只是他是躺在棺木里，而不是坐在教会的长椅子上。他终于出现了，但是大家是来参加他的追思礼拜，他没有机会了。所以让我们不要欺哄自己的心，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对主的话相应不理，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让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清楚神照我们的目的行事，与蒙召的恩相称，免得我们随流失去。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他能赦免。谁能够将我救起？
漫流到海底。伤心生我梦怜悯，如今我得着新的生命，如此我清洁的心，如此我真挚的灵，管理我一生听主声音，请我们去祷告。主啊，旧约你的选民中间因为藐视你的话，违背你的命令，故意犯罪的，你说必要剪除。新约明明已经得知真道，却执意不肯回头，轻看你所施行救赎的人，结局更是如此。你必要审判你的百姓，你为你的百姓伸冤，为你的仆人后悔，在我们中间施行判断。主啊，这是我们的安慰，也是我们的警惕。主啊，我们既这样蒙恩，就当竭力活出你自己，哪怕有时会为义受苦，会为你的名受逼迫，但这却是我们的荣耀。因为我们不只是在今生有指望，我们的盼望是一直延续到天上。你要我们忍耐，直到行完神的旨意，就会得着所应许的。你看重圣徒的忍耐，你知道谁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他们必能得永生当中神所预定的福气。主，我们中间或许有些人信心正处在黑夜里，求你帮助他们明白，继续存心忍耐，必能迎接凯旋的黎明。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力量，直到我们得着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躺卧在青草